这个就是金丝雀的口味吗？不怎么样嘛。有没得味觉哦，整个川渝地区王大良的包子称第二，没得人敢称第一。芽菜包子天下无双，好高手哦！他平时高高在上的，还不是只有吃芽菜包子？喜欢吃芽菜包子不是穷酸，是热爱生活，是接地气。他吃螃蟹的样子有多可爱，你嫉妒的表情就有多可憎。 相处过就会知道，如果天使有面庞，一定就是长他这样。如果他走了，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。他就是我世界里最温暖的那束光，他真的很可爱，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送他。 如果流言也可以，我喜欢的人一直在成长，我很庆幸，他还愿意陪在我身边。还有我站在。